战斗机已经准备就绪，即将起飞，进行空中多科目训练。 接到起飞。 通过这些训练，主要达到了以下几个目的：一个是使飞行员的技术、战术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；第二个呢，也进一步锤炼了飞行员的心理品质和战斗作风；第三个呢，进一步完善和升级了我们的组织指挥保障流程，为我们下一步执行更复杂的任务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。 好，好。
们航空保障人员主要通过飞机准备、引导转运、检查与放飞、飞机气流固定、充填加挂和机务保障等科目训练，不断提高舰载机飞行全方位的保障能力。我们航空保障人员通过引导转运、检查与放飞、气流固定、加油充氧、机务保障等科目训练，不断提高了我们舰载机飞行全方位保障能力。这次跨区机动训练，编队以解决短板弱项为出发点，突出实战化的要求，跨区实施编队的科目训练，深化舰机战术融合，努力提升编队训练效益，为航母编队早日形成战斗力和保障力打下坚实基础。